那我的确在今年国外跟台湾呢都吸食过大麻，也有持有少量的大麻自用。我要跟我的观众与粉丝道歉，我真的很抱歉。谢谢部分的人帮我说话。这种事情你看哦，有的国家它合法，可是台湾是不合法，都算是蛮正经的。还是那句吧，你现在遇到了你自己的事情，要面对就该面对啊，对啊，该面对就面对了。我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坏。好不好？九妹公开道歉，承认吸大麻，依法侦办，继续拍片。脸上戴着口罩，头戴鸭舌帽，几乎挡住整张脸。他们是网红反骨男孩成员雷拉以及他的先生唐宇。YT 订阅数有259万的网红九妹，也在这波搜索行动中被警方带回。是大型车祸现场，知名网红雷拉、唐宇、九妹等人因为涉毒，11月6号遭新北地检署逮捕。两组人马都在检察官复讯后无保请回，卡在风口浪尖。本名翁居明的九妹频道依旧正常更新，新片。短短一天闯下34万的高观看数。今天会带来对决呢，是平价早餐吃到饱对决奢华早餐吃到饱。好吃菜就是爽。早餐就是要吃原生鸡啊，好吃，它这个就回本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周的就是要对决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仔细看片尾赞助商 logo 被后置马赛克掉了，就不知道台湾首富郭董会不会切割九妹。郭董里面是金贵对吧？你猜，一定是金贵的、啊。对 ，YT 订阅数拥有259万的他，先前事业如鱼得水，三月推出线上房产课程，预估进账超过2000万。那我们这课程从无到有，会手把手的教大家从零，然后怎么样开始看房。割韭菜这一个词，就是在讲说这个东西根本不值这个价，你还卖这个价才叫割韭菜嘛。但我很有自信的说，这堂课绝对值这个价钱。网上更是流传一张疑似超商内部公告的截图，主旨在说明九妹联名三明治将全数下架。如今又因为吃毒事件，九妹该不会赔到痛口吧？他的经纪人也火速回应了。我真的吓到了，我说那个侧脸太像了。兄弟有难，怎能不挺身而出？外形神似九妹的草爷出席活动也回应这次好友们的涉毒事件。这种事情你看哦，有的国家它合法，可是台湾是不合法，都算是蛮正经的。还是那句吧，你现在遇到了你自己的事情。面对就该面对啊，对啊，该面对就面对。九妹果然直接面对自己的流量自己蹭，隔天就出325秒道歉影片。那我的确在今年国外跟台湾呢都吸食过大麻，也有持有少量的大麻自用。我要跟我的观众与粉丝道歉，我真的很抱歉。谢谢部分的人帮我说话。那我接下来呢也会听从律师的建议，并继续的配合检调侦办，我不会逃避，也绝对。不会再犯。其他系列的开箱影片跟之前聊到规划中的新节目呢，我也都会继续拍。最后，我想跟我最爱的妈妈道歉。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儿子，但我会是一个愿意改进的儿子。查了九面鼠龙，今年亥太岁，建议你去庙里拜拜过运一下好了。我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坏，好不好？